劝本来要加入节目，因为小鬼的关系，就是后来就没有。我好会卷。就是有劝过这个吗？有啊有啊，因为之前有回答过这个问题。不，为什么会尴尬？不会尴尬。那是因为他后来是因为去日本拉拉队的一个活动，时间有尬到，所以就没有。因为大家都喜欢，就是媒体会写一些根本就无关紧要的，然后硬要把我扛上去，我躺在那边也被 bang bang bang。真人秀的这个，因为我比较喜欢逆向、反向，就是导演组给我们什么指令的时候，我硬会想要去做别的事情，我就被阻止了。就那一刻，我就哈，我不能叛逆，当一个里面的鬼灵精怪的那个，但是我还是会从中间去做一些破坏。这个问题，不，为什么会尴尬？不会尴尬，那是因为他后来是应该去日本拉拉队的一个活动，时间有尬到，所以就没有。因为大家都喜欢，就是媒体会写一些根本就无关紧要的，然后硬要把我扛上去，我躺在那边也被 bang bang bang， 那也是真的有挺无奈的。谢谢邓一。对啊，你就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只有他穿外套的原因。不是秋天啊，那是住的饭店，那住的地方。那个城市，不是啦，你讲没错，就是可能说法不一样。对，不是交往对象，绝对不是。应该是工作人员。是楚哥现在有交往的对象？有在观察的，不算暧昧吧，就还没有正式，还没有正式要，就是我这是说的可以步入家庭。他是圈内还是圈外？不是圈内。有超过一年吗？认识一阵子。